看一下这边。看见面了吗？群山之间有一条河流在穿梭，是吧？然后你看了吗？你发现了吗？这河流两边基本上都是很平坦的这个区域，是吧？类似一个小平原，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呀？这个河流边上这个平坦的这块区域，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学名叫什么，我回来查一下去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看到下面那房子那块了，那应该就是邦达镇啊，也是在这个平原比较平缓的这个地带建起来的这么一座镇子，是吧？一个镇子。反正啊，就是你看他前面不修路了吗？修路的话，对于我来说，我也是走自己的这条路，虽然说不好走，但是我也是走这条路，是不是？灵活掌握吧，是吧？这就灵活掌握吧。我们还得往上攀啊，然后往那边走。现在海拔4336啊，就这一走，这段得留着。啊，这块难得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啊，这样的地貌啊。行，先到这儿这段。先这样。